我能拿这么多钱啊？青龙，这酒喝不得会割死人的。这些酒我可以喝，不过这些钱我看不上，不如我把这些酒都喝了，我赏你一百记耳光，如何？好啊，这里足足有九斤白酒，如果你能喝完，我就让你打一个耳光。这么多钱。 你个土包子喝得完吗？你要是能喝完，这么多酒，我把这瓶全部都给吃了。天龙，你可不能喝这么多酒啊！我们走吧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女大人在外面绝对不会给你丢面子。我喝完这些酒，就赏你一百记耳光。还有你自己说，我喝完了就把这酒给我吃上。你有酒就喝，你喝的。你们好好看着，一个个都别想跑。第一瓶酒我已经喝完了，一百记耳光，这是第一下。就这么点钱。 别在我萧天龙面前装，是真没见过钱啊！姓萧的，你别太狂了，还有第三瓶酒，有本事你喝啊！就这么点酒，我连个酒味都没闻到，你还敢拦住我？天龙，你不要再喝了，身体要紧啊！你要是不行，这点酒根本不算。男人在外面。 千万不能喝醉！你这个狗东西！还有两瓶酒，你这九十九记耳光一个都不能少。张少，你好好看看这些酒。 喝没喝完？你，张少，把脸伸过来，你这九十九记耳光，我要好好的来一下。你敢这么对张少？哪条狗带叫？哦，原来是你。刚才你不是说我把这酒喝了，就把酒给吃了吗？那这里这么多酒瓶，随便选一个，吃吧。张。 姓萧的狗东西，你他妈真想打老子的脸是吗？我可是张家大少爷，不是你随便可以打的。愿赌服输，你要是敢耍赖，信不信给你两百记耳光？好啊，我可以让你打，但是你必须先把酒钱给付了。对对对，你这个土包子，你先把这酒在酒钱给付了。张少，既然你和天龙打赌，说不定又什么赖账，你太不男人了吧！ 这些酒全是他喝的，他不买单还要我买单吗？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你真无耻！张少，你还算有点智商啊？你是以为我付不起这酒瓶酒钱，想反将我一军吗？我就将你一军了。刚进城的狗东西，你以为你赢了是吧？ 如果你付不了钱，就别想打我的脸。<笑>这酒多少钱？10万一瓶吧，这酒算我帮他出的。10万一瓶的，是这半山高尔夫里面最便宜的，也是最上面的那一瓶。中间那三瓶，一瓶50万，一共150万。 而最底下的那五瓶是国外最顶级的人头马 XO， 160万。对，一共660万。姓萧，如果你拿不出这660万，你就别想挣大钱。一根，张少。 我是不是还要夸你机智？估计你也不会让同学跟我付这660万。虽然我自己把这些钱，你猜对了。
如果你拿不出这660万，你非干打不了我一晚，我还会叫保安打断你的狗腿，扔到大街上去。660万，哼，我身上还真没带这么多钱。你这个狗东西，怎么可能有660万？赶紧滚回乡下种田吧。 第一个打的，就是张少，你还和他啰嗦什么呢？赶快叫人进来，打断他的狗腿！来人！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张少有什么吩咐？这些酒，咱是觉得他不想买单，该怎么办？先生，你真没钱买单？ 我不是没钱，他是不识字，在我们办餐告，吃霸王餐会死得很惨。我们明天，我警告，如果你敢吃，你跟他，我们之间的合作立刻终止，让他顷刻之间灰飞烟灭。老婆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就能解决。 哟，好厉害呀！可以打个电话是不是？你打呀，你倒是打呀，这666我都拿不出来，还在这装模作样。哎呦，哈哈哈哈，有人的狗腿要断喽！这个包厢的消费全免了。大小姐，什么？ 全免了！全免了！你谁呀？这660万说免就免了吗？混账！我们办三个都是姚家产业，这就是姚家大小姐姚天梦，你敢如此说话？这女人嘴可真臭啊！去，给我打她10耳光！是。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不用管。 你把那九十九的耳光还给我！你立刻消失在我眼前，否则我会让你们后悔活在这世上。走，走，走。天龙哥哥，这次我出现的还及时吗？秦梦，你怎么又在这儿？我是来替你解围的呀。你不喜欢我？进来啊，我走。哎，怎么？哎哎，天龙哥哥。 哎，秦梦，你真别闹了，我老婆又是做了。哎，回来了，你和张少单子谈的怎么样了呀？妈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不想说这个事儿。哎，我妈也不想逼你啊，要是没有张少的那个单子啊，我们杨家就撑不住的。你也不想看见你爸爸的心血毁于一旦吧？哎，你这小子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家。 回家，你还真的把这里当做你自己的家？卢选是我的老婆，我当然把这当做我自己的家。你这个废物，还越说越起劲了。萧天龙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不是想要钱吗？这个支票自己填，离开文远。妈，你怎么这样？你看，就是看中咱们家的钱。妈，这支票是不是可以随便填？你可别叫我妈，拿点这个小钱打发你这个叫花子，我们杨家还是出得起。妈。 支票给钱9.99999.99元，9999.99元。妈，真的给我，这接近10亿啊！瞧你心消的，你可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！既然你这么想当我们杨家的上门女婿，那我现在就好好给你立个规矩。妈，什么规矩？给我们卢雪啊倒洗脚水。 你既然做了上门女婿，那一切啊都应该由我们卢雪为主。那你给他倒洗脚水，不委屈你吧？好啊，老公给老婆洗脚，应该的。废，倒洗脚水还那么开心？妈，怎么好好的让他给我洗脚呀？我就是要逼他离开你，没想到他这个冷大脸皮这么横，他一倒洗脚水不愿意，真不要脸，不是个男人。妈。 他挺男人的，一个晚上好几个小时。什么？
哎呀，不是啊，我是说他晚上喜欢锻炼，做俯卧撑，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。腹肌好有什么用？那还不是做苦力的命。老婆，来，我帮你洗脚。让他洗。老婆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我帮你好好洗个脚，放松放松。哎，谁让你给我洗脚？不要不要，你给你的黄泉之姐洗去。思雪，我们真没什么。喂，老板呐、啊，我们的资金链断了呀！什么？公司的资金链断了？是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女儿，怎么回事？公司的资金链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就跟不上了？张晴他取消了公司的订单，而且放话出去，让所有人都不准和我们做生意。那可怎么办啊？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张晴那家伙故意报。我会帮你解决的。帮？你拿什么帮？你没有这个能力就端好你这盆洗脚水。你这个没有用的废物，净给我们添堵。我再给张晴打个电话，好好道个歉。不行，你给他打电话干什么？你给我把嘴闭上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？自从你出现在我们卢雪身边，我们杨家就每况愈下。要不是你这个废物没有用，我们卢雪会围栏成这个样子。妈，你就算骂天龙也没有用，事情还是要解决的。我越想越生气，女儿，马上跟他解除婚约，立马解除。你是好好的孩子，张少啊，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卢雪，你需要多少钱来解决公司的难题？估计至少得需要15亿。才15个亿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你不需要去求那个什么张贤。你这个吃软饭的废物！装什么装？你哪来这15个亿？哼，你要是有这15个亿，还对死皮赖脸来我们杨家做上门女婿？做上门女婿才有15个亿，有冲突吗？人家张少可是江城十大家族之一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给我滚出去，不要赖在我们杨家。哇，这么晚了你让他出去，他能住在哪？这个穷鬼就应该睡马路睡桥洞，他死在哪关我什么事？不管怎么样，天龙也是来投奔我们杨家，我们要是把他赶出去，杨家的名声就不好。萧天龙，你今天晚上跟我睡沙发。行啊，只要能在老婆身边睡沙发也没什么。哼，你这个废物。女儿，你可以和我啊一起做我们杨家人。我杨家也是江城十大家族之一，说不定啊他们能够给我们渡过难关。去求刘家？妈，他刘家不是看不上咱们杨家，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关心过你。嗨，为了你啊，我活得我这样老脸不要啊也要帮你啊。废物，拉开脸。卢雪真是倒八辈子霉，放下你这玩意儿。天龙，今天你站着在沙发上睡了，我去给你拿床被子来。老婆，你对我真好。对你好有什么用？你不是还有个红颜知己吗？你说你姚清梦。卢雪我们真没什么。我只是之前救过他，他就缠着我不放。哦，真是。我看他还挺有钱，对你好，那你去找他呗。我不去，我认定你做我老婆了。再说，我二十五年的清白都为你。